大家好啊，四平会长啊，田妈妈啊，阮这大教会何清仁会长哈，啊，咱各位贵宾啊，陈指挥了哈，这一个指挥博士了哈，这嘛不简单了哈，虽然算音乐杰出的音乐工作者哈，啊，今日的这个演讲哈，应该是第五场无唔对，啊是人上这一场，哈，人上这一场哈，啊，真感谢。啊，来筹备主办这个演讲的系列啦，主要是配合228要来对书啦，哈，要来对书。啊，因为过去像阮伫街头咧抗争，就是大家感觉讲哦，压力较大，哈，啊，真侪关心台湾社会这艺术工作者，拢普通时啊较无机会。啊，互咱了解，因其实嘛足关心台湾的社会啦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苏教授，伊来策划这个艺术与人权，啊，将一人伫第一遍初初接受吼，拢讲这个议题吼，正离咱的身躯边足远的啦，足远的，啊，有可能按出色的人来甲看吼，敢若有较远啦，啊，较远就是讲伊无了解，所以。较少来哈，啊，但是吼，听过的人拢会想要搁再听啦，啊，听过的人拢会介绍朋友来听，所以我相信第五场比第四场较侪人吼，我相信啦，后壁搁再办第六场，应该搁比这场搁较侪人哈，啊，高雄是第一场，台南第二场，台中第三，哈，啊，台北第四，哈，台北就是伫校友会馆啦哈。啊，今日来到这个啊，咱这个算台湾指挥，啊，嘛算台湾李登辉，李登辉啦，李登辉指挥，诶，这个算一个演讲厅哈，啊，这个所在真舒适啦。啊，咱即马就想透过咱的家己活动，会当互咱啊本土派诶这个社会资源，会当有一个充分的交流甲运用。这嘛是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哈。啊，今仔日这个安排方式哈，因为苏明会上拄啊啊前几工啊按日本倒转来，所以今仔特别啊啊苏教授特别邀请啊这个苏明会上来甲大家斗阵，啊，伫伊这有甲分做三阶段啦哈。第一阶段就是苏教授家己主讲。啊，第二阶段就请咱的雕塑家哈、啊，雕塑家啊，林文德先生哈、啊，来做一个啊，对伊的这个艺术工作甲人权的角度哈、啊，来甲大家人分享。啊，第三个阶段就是 Q&A 啦哈、啊，就是讲大家来交换意见啊，啊，所以大家啊详细听啊，来真欢迎大家到尾啊来分享你听了的感受啦。啊，阮的期待就是讲哦，你听了啦，感觉这内容袂歹，会当介绍去其他的所在演讲。啊，阮的，我相信苏老师伊愿意哈，伊有做一个承诺啦哈。假使若有差不多20个人，会当做伙来安尼听，伊拢逐场拢有答应讲要去啦。啊，这就是咱台湾人权的会议哈，经过这姐姐。一个新的工作者，啊，做伙来拍拼哈，啊，我是公投和台湾人民哈，伫、啊、这个啊，立法院边啊呀，哈，啊，已经伫啊大平啊啦哈，大平啊伫啊已经八百四十几工啦哈，现在40几工，啊，阮的目标就是啊，抗争甲中华民国这個流亡政府的体制哈，互恁个引导就对啦，台湾变作一个。新而独立的国家哈，啊，同个，像我这种讲法话，啊，少年朋友可能还阁听无啦哈，啊，这无要紧哈，那有疑问，等下甲提出来，大家交换意见哈。啊，台湾的即卖空间，就是咱会使讲，啊，即卖就是看咱要讲啊，唔讲啦哈，咱讲啊，讲给咱的少年辈听，啊，讲给咱的老辈听，啊，大家形成一个共识。啊，即马社会的运作是安尼，所以会知啊，伫台大校友会馆有一场座谈会，是咧讨论南苏丹
南苏丹的公民独立啦哈，独立公投哈，啊，这嘛是值得咱来啊，正对咱来讲是一个正大的启发哈。啊，要安怎让咱的啊，咱的同胞会使了解啊，咱台湾人啊，应该是讲伫国际的这个啊环境内底，咱应该有的管理啦哈，啊，咱应该安怎来运用哈，啊，所以正欢喜啊，咱也92岁。94岁，苏炳辉上哦，甲咱做伙，啊嘛真少年呢，迄看起来应该是还未20岁啦哈。好，安尼就是讲，安尼咧几啊代，咱今日伫遮虽然空间毋是介大，啊人嘛毋是特别介济，但是这种的啊，这种的活动，就是互咱的社会渐渐形成更加大的共识。啊，所以多谢大家哈，下暗来出席，哈啊，手林的。稍等下，苏老师会介绍伊的一挂画作啦，哈。啊，大家看，较准做会到的话，哈，因为阮这拢是算家己民间啦，哈。因为这政府本来是要甲政府来甲迄、那个民进党执政的政府诶市政府啦，哈，申请补助费用，但是时间足逼的啦，所以到尾啊嘛请无，啊请无嘛是爱做。啊，请问阿姐啊，可去豆豆来想办法来解决啦哈。啊，过来的时间咯、我就来交予苏教授啦哈。啊，苏教授伊的自我介绍，我就免去特别啦，因为伊的投影片内底有伊介绍。啊，伊咧讲话比较趣味啦，哈、啊，所以来听较趣味的来讲安尼哈。大家热烈的掌声来给伊啊欢迎哈、啊，感谢。